哦，就那意思。你没有取个艺名吗？乱插，你好弱。老师好，你要转背面，是你要转过来有什么惊人吗？因为我没有化妆。你素颜，你们怎么让老师素颜？不会啊，老师其实素颜很好看呢。真的吗？哎，对啊，我每次素颜，天生丽质哎。让观众看一下你。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老师好，我可以跟你先握个手吗？好，可以，好。那其实我老师好，老师好。刚礼貌啊，我们来握个手，来握个手。点一下，这样，这是礼貌，对。OK， 真的没有握到，幸会幸会。这个 case 接太急了，我才刚下飞机。对不起，老师，对不起，睡。你还滑手机嘞？还给我发呆。OK， 那今天就是要我来干嘛？要快点，因为没有，就是我讲解一下，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新人，然后叫做蒋卓嘉。卓嘉是哪位？卓嘉是不是我？是我老师，是我，我是我。OK，Sorry。对，我是卓嘉。可以叫他 GJ， 因为比较国际化。为什么要 GJ？ 就是妈妈取的，然后对，就是我的英文名字的缩写啦，老师。老师，你可以叫他卓嘉。对，因为他本身，因为他最近刚发片，然后一直觉得好像有一些歌就是唱不上去，对，然后觉得虽然已经唱得很好了，很完美了，专辑也出了，但有些小瓶颈，有一些小问题想要请教老师。OK， 那现在我们要怎么进行这个节目？就是老师，老师，我们道具都帮你准备好。OK， 那个助理来，老师你会看中文吧？我可能 a little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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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头到尾背的关，因为我素颜呐。你们是没有老师，你素颜真的很好看。对，我觉得有没有？有，你素颜真的很好。我就是一直素颜，然后一直叫我。你素颜的时候怎么样？就是本身这个地方很尖哎。对啊，我们让蒋卓嘉说一下，老师，你觉得我们老师素颜是不是真的很正？是非常。他的对，然后因为我今天其实因为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其他还有三个团员，然后他们今天就是没有来这样子嘛，我就只好不够，经费不够。对，然后就临时把我抠来，我真的很不好意思，不然其实在教的其实有他们这样子哦，就是有没有不是我们啦，我们是主持人，不是我们啦，对，其实对，那其实因为我男女生的音域跟男生的音域其实不太一样，老师这个没关系，不好意思辛苦你坐长途。飞机特地来这边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我是 ABC 啊。哦，怎么可能听起来怎么有点像高雄，会一点点台中什么之类的。No， 我是 ABC。老师会讲台语吗 ？Thank you， 这些是你们的粉丝吗？我们的粉丝，这群人的粉丝，他们讲话都很好听。他们有 ，I love you，I love you，everybody。你刚好看到有人说三八鸡吗？三八鸡应该不是在讲你，不是在讲你啦，对。我不懂三八戒。三八戒的意思是我们台语在讲说，一个女生如果很正、很漂亮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说，对你长得很三八戒。It's me， 三八戒。Thank you。Yeah， 是，三八戒，很国际化的一个字。Thank you。那今天卓嘉嘛，对不对？卓嘉，对。卓嘉，他等下先唱一下他原本的这首，这首歌就是预告嘛。对，这首我的主打歌预告的歌词，老师。OK， 那对，你就先唱一下。他们是不需要歌词的啦，这歌。我老师准备的。对。Sorry， 我的助理，请你把这个拿走好吗？你赶快拿走，赶快拿，卡卡的。Thank you， oh sorry， 他今天刚来第一天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反正下一次我知道我看不到他。OK， 那我们请卓嘉先唱一次，到底好紧张在哪里？因为我平常都是合音的。是。对，那我合音的情况下，我比较容易去听到一些细节。那你在唱歌的时候必须让合音的人可以合上去，这是重点。对。OK， 那如果我讲。话太直接，你应该不会介意。不会。OK， 那你可以。老师，你就等下看他有什么问题，你就直接讲，因为我们这边都虚心接受。OK。跟他经纪人确认，他说没问题。OK，Fine。OK。对。To you, to you。很紧张哈。OK。好，那老师，我先唱一段。不要紧张，你只要用丹田唱歌就 OK 了。OK。丹田在哪里？我突然忘了，紧张到。老师，丹田在哪？你要丹田在哪边？丹田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肚脐的下面一点。是不是男女不一样？老师要不要指一下讲卓嘉的？平常的小腹的部位大概在哪边？老师要不要指一下？其实就是肚脐嘛，那个在晃，要不要用手指看看？肚脐的下面不太明确。我们一直开放，今天可以吃豆腐。对，我们这里 OK。
好，我们卓嘉，你要面对正面观众才是看到我们的肚脐。好痒，我妈呀！OK OK， 好，这边看来卓嘉是不太想学习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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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敢不敢当不敢当，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只是怕痒怕痒，对对对。好，那丹田心，然后我唱先唱前面那一段哈。对，我想先听前面一段。闪闪 ，OK， 闪电没有预告，来时就在一秒，没有预告，心动如此霸道。好 ，OK OK OK， 闪电没有预告是这个音吗？还是你有走音？我你再一次这一句好。闪电没有预告。OK， 你知道你问题在哪里吗？我不知道。因为闪电的时候，闪电是一个非常，例如说是一个庞大的东西。那我们闪电的时候，那个 power 要出来嘛，对不对？ Oh, power， 对，你没有 power， 合音合不上去的。是，就是要。老师怎么了？老师，其实我刚刚听没有问题呀、啊。没有吗？哦，对不起，我资质太差。对不起，你不要插嘴。我不懂哎，我不，那你觉得你的问题所在是？我觉得老师可能说对，我在试一下玩。对，闪电，我们闪电是一个很庞大的东西，我们唱这个时候，我们必须把我们所有的能量放在闪电上面。放在闪电上面？怎么放？老师 ，OK。闪电是一个，因为这以我的理解力，我在这里三十几年的理解力，我应该知道这应该是个副歌吧。对，这是我这、欸、老师真的是很厉害，他很明显，他就是对，他是这首不明显，因为我只帮 Beyonce， OK， 哦，对不起，我们 Beyonce 就是哦，没有老师哦那种 OK， 我们不会唱这个 OK， 那如果今天不需要我的话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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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非常的需要老师的指点，是，我前面真的走音很严重，对对，我再一次啊，我们承认走音的事情，对对对，我有承认 ，OK， 那你现在知道我闪电要，我知道。闪电是一个很庞大的东西，我要把所有的 power 放在闪电这上面，然后后面要收掉，后面要收掉吗？后面不，这是哦，千万不要收掉，因为这是副歌。你闪电是 power 出来之后，我们唱歌都有一点情绪起承转合，跟演戏一样是道理的。是是是，你们是戏剧的吧？你们？对对，是是是是是。OK， 哦，反正我也没看过，反正我就听他们就是介绍你们那这样，然后。他们演戏就是要起身闯河嘛，对不对？他们是什么人？是什么人？这群人，他刚刚就主持人嘛，你们演戏好好演，干嘛来主持呢？莫名其妙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在唱歌的时候就要有闪电，就要一个很庞大的感觉。那我们闪电这才是。OK， 老师，还是闪到腰吧。OK， 老师，你要不要示范一下？等下，我好像老师，我有问题，我好像看出一点精华， okay. 因为你刚刚有加这个闪电。哦、oh. ，我们要合上去，不然你先唱一下，我看我没有合上去，你就知道你有没有 power 出来。嗯、来，五四三二，闪电没有。老师发生什么事？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因为我们不懂你在笑什么。我很抱歉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不是老师那样对吗？我前面不是还不对，还是不对。这么说好了，如果说你的闪电，你的这个已经是我们合音的范围内了。是。你刚刚的表现出来，你是要跟我抢饭碗吗？没有，不敢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我待会儿好好唱主音，对。OK， 那你唱你的主音，我自己合给你听。好，一是要一起吗？那就直接一起来一段。老师要帮他合音吗？我直接合，然后合整段吗？好，所以一二三，然后开始吗？对，一二三。一二三，闪电没有预告。老师，你是用笑声的合音。老师，你刚有合到哎、欸，你那呵呵的时候。我不懂你们在取笑我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老师怎么敢啊？老师，那个网友有人讲说，那个粉丝有人讲说，老师的中文好像在大陆学的，对不对？什么？我已经是 Beyonce，OK？、Okay? 我只是 OK， 我是大陆出生的，然后我已经。我干嘛跟你们介绍啊？我的来历，我需要你们这边管辖很宽啊、欸！你们管到海边去了，你们老师的来历，维基百科自己查好吗？自己查好吗？重量级合音。Oh my god！ 你
你要不要学一句话嘛？是是是，老师，我要。刚刚只有这一句，我们要不要接下一句？好，那我们仔细，你要仔细把它给唱完。好，然后我们来听问题点好了。我们让大家评理嘛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就先唱一段，来，五四三二。闪电没有雨。高，老师不是，我再一次，你前面那个爱的小手就已经，对，你前面那个趴一下，不要趴那一下，我前面那个吓到一下，不好意思吗？那吓到一下，走音走得更严重。对，我整个要 hold 得住场面。对，奇怪，现在是你们在教还是我在教啊？如果是今天单位如果需要两位演员来教的话，那其实请我干嘛？我还要赶飞机呢。没有，老师，我们飞机几点的呢？一直 your show time。老师了，你的时间有没有要让他唱歌呢？有，演员就是爱抢戏嘛，对不对？来 ，OK， 我来了。闪电没有预告，来时就在一秒，没有预告，心动如此霸道，承认你的好，喜欢你的笑，不再当孤岛，准备好拥抱，发烧预告，融化理智思考，投降的倾倒，每一寸细胞，理由已不重要，心早知道。哇哇！哇的是你们觉得很好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不是走音的很，就刚有 pitch 有点不准，也不是走音，你们讲话就不对了。你没有走音，但你就是紧张了。对不对？我听得出来你是紧张了。你这一次是有比刚刚好，但是你前面就很紧张，你大概到这一段的时候才开始恢复嘛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其实还好，都。因为老师这首歌我唱蛮多遍了，还好吗？对，蛮多遍你唱这样啊？好啊，那没关系，我你不要再唱老师了，对，老师要走了。对，因为闪电没有预告的时候，这因为我是女生嘛，我女生我声音我可能比较不会教，其实要请我那两个男团员来应该比较会教。是，但是你在闪电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把你合上去，你来轻轻的唱，我们合不上去，你都没有用丹田对吗？有哎、欸，有你的丹田就这么一小点儿啊？丹田有分大小吗？老师有分大小？丹田就是肺活量，肺活量就是要音声老师示范吗 ？OK， 那我能示范的就是想看你示范，老师，我示范的就是和音的部分，因为我毕竟是和音的重量级嘛，那我就是和音。那你们看我跟他有没有合上去，就知道他的问题点在哪，因为我和我的声音一定是大过于他。好，那老家。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是，那我也不想让大家难堪，是，我们直接一起把它给唱完，从头唱到交代。那个作家他，对不起，我插话，老师，但给我一个几分钟的机会，十秒就好。那个作家他应该背着吉他比较不会紧张。因为也可以伴奏，我们要不要让他就是背着吉他？超过十秒了，你要让他怎样？就背着吉他伴奏，你们唱，他唱你而已。还没十秒。好啊，那就直接来啊，来啊。好，那我要准备我的一个让他 mic 的 stand。那我是不是还得等他背上吉他的时间？哦，没有，老师，我们刚好有些问题要请教你。对，就是我们其实来暖场。哦，反正我的意思就是，闪电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闪电。我们等一下看他的声音大不大，就知道你有没有用丹田了。那老师，那没有预告要怎么唱这一句？对，没有预告，你就气音。老师刚是走音吗？好像有一点点。对啊，老师刚那个是跑掉了。老师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我准备好。没有给我麦的声音，我没办法听到自己的声音啊。有啦，有吗？有吗？有，是有点。老师，你喜欢那种很大的 echo？ 我们平常都是哦很大的那个，我才能。你说 I'm a single lady 那个？对 ，I'm a single lady， 这是我们在合的东西。OK。中文歌的那个字数比较多。还是比较喜欢国外的。老师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，我好了。OK， 好，那你开始唱。闪电没有预告，来世就在一秒，没有预告，心动如此霸道，
承认你的好，喜欢你的笑，不再当孤岛，准备好拥抱，发烧预告，融化理智思考，投身的情感，每一寸细胞，理由已不重要，心早知道。这就是我们合起来就会，你知道我们之前帮过那个 Cindy， 因为你刚刚真的是唱得太小声，所以我会变成现场听会变成我在影响你，那不是是你在影响我这样子，所以其实你唱的忍耐，主家忍耐 ，OK， 你在影响我。那我们 Cindy 那一次，我们快走，他时间快到。好，对，我时间快到。那其实你好好回去练习。其实闪电没有预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大声一点唱 ，OK。就是闪电那两个字，所以老师的意思说，基本上他刚还是不够大声，不够啊。那你弹我唱好了，好，准备啊，好，真的是。都让您操心了，是不是？我帮你拿，我帮。学生是这么回事的，讲的时候不听，回去可能会反省啊。那就很好了，对。好，老师随时准备。那我就唱前面这一小段就好。你唱我就进来的音乐。嗯，好。闪电啊，对不起。老师刚刚是不是有听到一些什么东西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刚闹鬼吗？怎么了？刚刚的声音跟老师平常声音不太像。对啊，我演不下去。其实正常来说，今天我一个人，我会比较害怕，我比较胆小如鼠，所以我没有同伴，我真的没有，因为我的同伴都不在，我的气势就没那么强。我觉得现场的所有人都在欺负我。不是老师，因为那时候我们通告的时候，你们的经纪人都跟我们讲说，因为我们的价钱只请得了一个人，对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请到四位都到现场，四位合身来现场，连粉丝都知道我飞机到了。飞机的，连粉丝都知道，是粉丝都想叫你走了，他们觉得你时间够了，你骚扰人家太久了。OK 啊，那不然我们讲重点嘛。好，如果他真的唱那么好，你们请我干嘛呢？希望你讲重点。不是啊，他唱那么好，你们请我干嘛了？我刚刚也是用的还不错啊，还不错啊，没有你说不好啊。好，那不然你们唱唱看嘛，来啦，我听啊，你们两个唱的多好啊。不要这样嘛，老师。不要这样，老师。对嘛？那卓佳，你有什么疑问吗？你告诉我你的疑问就好。那我针对你的，我对症下药。对，我前面唱的时候，我发现老师的那个和音的部分，讲话小心一点，有一点，讲话小心一点，即兴了一点。哦，对，哦，不是，我们因为其实正常来说，这音乐不应该配吉他。哦。你直接搞错方向了，这音乐是属于摇滚的，所以我刚刚在用都是直接摇滚，是叭叭叭，闪电没有预告，是这种的，而不是对，难怪闪电没有，你这个不搭嘛，这是摇滚。所以我要帮老师讲话，难怪我一直觉得没有那种好，我知道，那老师你示范一次，我扮比较摇滚的，你来示范一次好不好？老师想要是真的 ，OK 啊。闪电没有预告，心动自拔，保存着你的好，是这一种吗？可是老师，可是刚刚为什么你的服装跟他的编曲搭起来有点像佛朗明哥的版本？对。老师，你这套是青龙珠了吗？这套青龙珠了吗？一级棒珠的。不要乱打广告，不要帮一级棒打广告。反正就是，那你们现场有音乐让我跟他合那个比较摇滚的那一 part 吗？你说播原曲，哦，原曲的音乐吗？比较澎湃，我们合音就是要澎湃，不然怎么会是 Beyonce 呢？老师，你问题好多哦，但我们应该有，有吗？我们有那个原曲，对不对？有吗？我们有预告的原曲。有。好，那你直接唱，直接合这样。有预告，是吧？就是这样的。心动如此霸道，承认你的好，喜欢你的笑，不再当孤岛，准备好。
中华丽只四个钟上的清淡，每一寸细胞一有一不重要，心早知道类似这一种感觉。我刚刚看到一个完美的表演，真的是一个很不错，而且到这里一定要嗷嗷嗷嗷，因为那这才会让音乐比较。教我们怎么凹这么有穿透力吗？在家真的这就是丹田问题。我们凹不出来。来，你凹凹看，来凹凹凹。好像鸭子在叫了，换你呢。那我还是教你好了，你会凹吗？我不懂，老师，你可以示范一下。没有预告，没有预告，凹凹凹凹。Sorry， 他们都不会凹 ，OK？ 我们的凹要丹田，凹凹凹凹。但是老师，你那个手势是教学用，如果我没有手势，也可以去凹。哎呦，老师，你的怎么跟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邻居的叫声一样？那老师如果怎么了，卓佳？你说卓佳？没有，老师，因为你现在要我用吉他弹，那我的手没有办法那个啊啊啊，那我要弹吉他，我可以有什么方式可以去？那你可以顶下面这边的哦哦哦哦哦这样，是就弹吉他男生比较帅的点不就是拿着吉他来拿着吉他。好，你说摇滚的感觉，摇滚一点呢、啊？对啊。闪电没有预告，哦哦哦。有哎、欸，老师有哎、欸，这就是有哎、欸。对啊，很好啊，好，你进步了，卓佳，你会是大麦歌手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上次 Cindy 哦，算了，我不想讲他，他一直觉得他自己真的很好。万一 Cindy 在看这个，没有没有，老师 Cindy 有夸你，夸你有让他进步了啦。对啦、啊、，Cindy 之前也是教得很累，那教得很累，有多累？对，那你们还有问题吗？其实他还不错啊，他刚刚哦哦就中了、啊。对，有哎，他真的可以。你们可以吗？你们演员应该不行吧？我基本上是没办法啦。基本就我知道了，那不要浪费时间在你们身上。那卓佳，你哦哦哦之后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其实你以后音乐里面就要多放一些这种。不是。老师，哦哦，是你和声的部分。然后，因为我唱主音，我的话那个要唱歌词，那因为歌词里面原本没有“嗷嗷嗷”那三个字。你笑、啊？你现在是怀疑老师的课程？不是。你必须先，我告诉你，和音是个多么重要的一个工作。你要先呢懂得和音这个部分，这就是乐理。你再来唱主唱会非常的方便，因为你每一个戏你会听得很干净。是。对。你现在懂意思了吗？懂。那老师，我意思就是先凹，后唱。对，你那我们凹之前也是发声，没有预告。这我就是我丹田。对。这就是丹田，你每一天呢，大概唱100次的没有预告，100次啊，要到100次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很有帮助。那老师每次凹我还有一个问题是要3次吗？凹凹凹，凹凹，再加2个凹凹凹凹凹凹凹，哎，又多一次，又多一次，没有预告。4次啊，4次，所以要很准的4次。对，要很准的4次，因为4次是个极限，不然你要5次。极限。没有预告。你要几次了？你要几次都可以，如果你越长，那表示对你越有帮助。哦，气越足。一可以练气足，那不然我们来比嘛，我们来比比看啦。他是不相信我的话。比凹吗？你跟我凹几次，我凹几次啊？我们看谁凹比较多啊？可是基本上我觉得凹没有很难啊。哦，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也许你们可以试试看。对啊，那我先凹给你听哈。好好好。闪电没有预告，凹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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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凹那个气快，老师你的气好足哦。OK OK， 你 OK 吗？老师，你现在讲话好像有点喘，还卡痰。天哪、啊，50，
哦，五十次哦，五十次，对不对？来，换你，你可以吗？那我们来，我们来宾来挑战一下好了。你可以吗？主家不要赢，我觉得老师的粉丝在告诉我飞机要来了，你们不要再拖时间了。来，你可以吗？五十次。五十次老师那个好像是挺难的，但是我觉得跟这首歌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我就先说了，那是基底嘛，你要我生气吗？卓佳，你不要因为我有称赞过你，你就飞起来。我很少称赞别人的。哦，好好，你不信那个李玉玺，我也不会称赞你。好，那老师就这样，我就四次就好了，就是你最原始讲那个，我听你的那个。OK， 好，就试下好了，好发声嘛，试看看。闪电没有预告，嗷嗷嗷嗷。他很凹哦，凹得很硬哦。好了，我你刚刚有走掉哦。是，我紧张了，我紧张了。老师，我们一天不要学太多了，不然我们真的学生没办法吸收了。对，那你现在学到这里应该 OK 了，然后我再听你唱一次，然后总结这样子。好，好，总结。闪电没有预告，来时就在一秒，没有预告，心动如此霸道，承认你的好，喜欢你的笑，不再当孤岛，准备好拥抱，发烧预告，融化理智思考，投降的倾倒，每一寸心。知道，哎呀，哎，有哎，有哎，卓佳，你这真的很不错，比心底好多了。那以后我们要跟这样的华人这样做合作，这样子，对。那心底很抱歉了，因为我要安慰他，必须这样讲。你要传赖给 Cindy。好，那老师，你不是要赶飞机吗？你要啊？对，老师比较对对对，那大家都走了吗？哈，老师你要穿那样上飞机吗 ？OK， 对啊，因为没办法，因为我们是不要飞啊，我们就要这样。老师，你好，我的团员在等我了，我走了啊。好好好，老师慢走慢走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这边交给老师，拜拜。要帮我们收拾一下，帮我们收拾一下。我刚老师，老师来头不小，那个气场。对，但我还是觉得哪里有点怪怪的，怪怪的。对对对，我也觉得哪里好像哪边不对。对，各位观众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整理一下这里。哦，刚老师把这个场面弄得很混乱，老师把这个地方弄到一个大家都是一个混乱的境界。哎，所以老师你要回来吗？